重，还是很重。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传承到海外，他们在马来西亚也成立了相关的一些捐赠活动来关怀弱势。那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美丽好心情，因为有这么多人的爱心在这里，我们才能让这个社会和谐。这一次要特别感谢我们媒体记者的帮忙，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募集这2000份礼物。还有爱，所有的爱实际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在这边再次感谢大家，更感谢与会的贵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